哎，我这到哪儿了？遭了迷。呀别，能干死他吗？我想知道。能干死啊！哇，持续掉血，肉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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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肉，赶紧吃赶紧吃，哥，咱回血回血回血，怎么解毒啊？我去！啊，我死了，我哎呀我哎，怎么解毒？我靠，我活下来了！我居然活下来了！牛奶解毒不是我，先不说什么解毒不解毒了，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回去了。还有很多地方我没探索过呢，这里肯定还有其他稀有资源，我觉得，但怎么回去这是个问题。从这儿吗？这漆黑一片，不像了。我怎么才能远程干死这混蛋呢？哦，那有铁矿，我看见铁矿了。你给我过来，混蛋，亚贝，我靠！咱不是了，在这种关键时刻，在这种关键时刻。东西，我的钻石，我的一切，我一切的一切都。东西，拼了我的老命，我要找回来。我刚才找不到路回去了，是不能怪我。我也想尽快回来，先把东西放下了。现在往哪儿走？哦，这么回去啊？行，我现在已经知道了。掉的满地都是。还剩下一点。木制品给我扔了。鸡蛋给我扔了。哦，捡回来了，走吧，不烦恼了，得先拿这个铁矿才行了。铁矿，行了，走。我又忘路了，我从哪儿来来着？就这边。我该往哪儿走来着？这边我没来过啊，说不定又是一个宝库，差点火把。
煤矿，这红色是红石矿。啊，哪儿打的？我去，我的剑，我的剑。你大爷的，哎，干死了吧。我是一个贪心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这些我没踩过的东西，我想踩一下。这玩意儿不知道干嘛的，先踩了再说。哦，下面还有岩浆，扔点东西。树苗不要了。我去，怎么着了？我现在需要把吃点生牛生猪肉得了。回一下蝙蝠，不是，我刚才地上插的火把怎么没了？我靠，又来一个呀。别，我现在没血。好，靠，跑不了了，下来。哦，我的东西还在这儿，拆了，大嫂。算了，别拆了，这边有僵尸的声音，赶紧走。又干死了。那个红色的没用，这边煤矿也是有用的吧。蝙蝠是干嘛的？蝙蝠对我有危害吗？没有的话我就不管它了。先把我脚下铺上棉，掉进去。哇，这边还有路可以走啊。僵尸，不是，拿弓箭的，靠，怎么这么多拿弓箭的货？我去，危险！真该回家了，我差点就死这儿了，赶紧走吧。有谁记得路？又给忘路了。应该是走这边。吓死我了！这边吗？有僵尸的声音了。真有僵尸！先回血，回血。先不用喝药水。这个药水是补血的，还真是，我不想浪费。反正这僵尸也不会远程攻击，无所谓的。我先挥好了血，然后再顺着水游回去。哎，怎么又没满了？刚才明明吃满了。这饥饿度掉的有点快。哎，僵尸难道不会游泳？那我过来杀他得了。哦，这地上是金矿，我去，没白来，我跟你说，金矿，呵呵，神人品。还有，
头了，那到头了就这样吧，就回家吧。铁矿有吗？没有吧，没看见有铁矿。哦，地上有铁矿，这咋看见？被水给淹了，主要是。在水里开矿这么慢，给我喘气儿。嗯，行了，就这样吧，走吧。啊，水堵了，我怎么回去？啊，怎么看嘛？我是不会死在这里。作为男一号，我怎么可能随随便便？我有主角光环的。哎，这是铁矿。我这一趟到这里来，简直发大了。快成暴发户了。从这儿走，哇哇，提前回去，提前回去，咋了？我憋不住了，要憋死了，要憋死了吗？憋死了吗？会憋死吗？憋不死了，憋不死了，应该憋不死了，果然憋不死了。哦耶！哦，回家了，到家了。别我一到家以后被某个怪干死就行了。哦，回来了。哦，这里长得也不错，收成不错。我听见老鼠叫了，这明明是我家，为什么会有老鼠叫呢？满连僵尸叫都有，老鼠叫也没什么好稀奇的。拿下来。哎，掉哪去了？哦，这儿。25个，然后加上这边8个，然后泥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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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黄金加苹果，不是，好像我看有人说能制成金苹果，真的假的？干嘛用的也不知道。不是，这黄金好像就是不是真没什么用的。我现在差什么？差纸。怎么做纸来着？我有这个什么了，有甘蔗了，但是纸在哪儿做来着？纸在哪儿来着？哦，这儿。还差一个指南针，对对对对，差铁块，想起来了，我现在是要铁块和红石，红石我有了，我现在就差铁块了。哎，红石呢？在这儿。铁块，挖铁去，我还得，这纸先给我放下，然后还得挖点泥巴回来。沙子也挖。Thank you.
下面没有什么生物吧？我听见有脚步声啊。我又把自己家拆了一次，没东西。这是用泥巴堆起来的，我把这儿挖开。我里面居然没刷怪物去，奇迹啊！我记得昨天隔壁还有僵尸的，怎么今天没了？喂，我开这么口，僵尸也出不来。哎，干脆当成这个僵尸的观赏地算了，好主意啊！这里面刷僵尸就行，他们也出不来的话，正好观赏僵尸用这个地方，就不加玻璃了。我也懒得造玻璃，或者说我现在懒得造玻璃，造了玻璃我也准备用在这个天空之城上，把地板弄成玻璃的。我想对玻璃需要什么材料来着？玻璃看来不算。我现在又需要泥巴又需要沙子。从这儿能看见我的树吗？从这儿好像都能看到我的树啊。上去我看到有同学说这个做一个拿剪子剪一个什么东西，然后那玩意儿会长下来当梯子用。有谁知道那是什么吗？他说的挖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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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挖地。水里挖的太慢，好，马上上岸。啊，藤蔓去哪儿弄啊？我只要做个剪刀就能拿到藤蔓吗？就能用剪子剪下来树叶，然后变成藤蔓？那行，剪刀怎么做？现在又是个问题。铲子没了，先拿这些土块。我的铲子，我记着我有不少这些东西呢，到哪儿去了？不会都用完了吧？啊，还有铲子，铲子，铲子。哦，我有铁，有两个铁，两个铁块，还差一点了。啊，俩铁可以做剪刀，那就来做。剪刀在哪一栏？这个吗？哦，真的可以啊。哦，捡树去喽。又快晚上了，靠，糟了，我这儿没床了。捡草管用吗？比如说我捡这个啊，这还有个土块没拿。哎，我这乱开垦地面，别以后这里牛羊什么动物全都没了就行。哦，好像还真有东西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看，青草啊，就是普通的青草而已。把仙人掌用这个剪子剪了会怎么样？不然我在外面待久了会死的，我得想办法度过夜晚。
仙人掌就是仙人掌。不是，我现在需要树，后面有个树林，去那边吧。对，先弄点沙子，搞定我的玻璃再说。反正这里沙子有的是。糟了，不想停下来了，越来越哎烂了，好，赶紧回去吧，赶紧回去吧。不是，我挖了不光是这个烧玻璃用的，我还得这个到上面继续铺地面用。到上面我用泥巴和沙子都需要用到，一边种甘蔗一边种这个树。看刷怪了吗？这都晚上了。哎，奇怪了，我平时不想让刷怪的时候，他偏偏就刷，现在死活就不刷了。找沙子喽，决定了，到对面去捡树叶去，跳着踩着荷叶跳。水上漂，我有钻石剑，我怕毛，有什么来什么杀什么，来者不拒。反正杀蜘蛛还给线，还给经验。蜘蛛眼和这个线拿不了，扔个东西吧，扔什么呢？斧子扔了吧，草也估计用不着，扔了吧。蜘蛛眼虽然不知道有什么用，先留着。接下来这些东西是什么？啊 ，yes， 拿到了。这是什么呢？是什么？橡树树叶，干嘛用？树叶有毛用？来了就多弄点再回去。行了，够了。游戏告诉我们，乱开采是不好的，一会儿绝对会因为这个把自己害死。行了，就这样。伐木，反正这斧子也过烂了。鸡肉和鸡蛋我都拿不了了，肉，哎，皮革，留皮革，蜘蛛眼也不知道有毛用，扔了吧。一把，上面那个箱子里我不是东西我不是拿过了吗？还有，为什么？奇怪啊，之前明明拿过这个箱子了。哦，难道固定刷的？虽然刷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
没有钱。一路砍下来，马铃薯拿走。马铃薯是一个很罕见很稀有的东西吗？火把拿走，反正马铃薯我看有什么能带的东西。我马铃薯拿不走了。羽毛有用吗？没用，我扔了。鹅卵石，沙子耳机，石头。大白天你告诉我有鸡过来，你觉得能吓到我吗？你说我能信吗？哎，又烂了。行，就这样吧，回去吧，差不多玻璃烧好了。树苗我得要。苹果还有。哎，树苗我得种树去。我要把我的神树种出100平米的面积来。该吃饭了。很好，玻璃有了，放点东西。皮放下，苹果现在用不着放下，这个还得用。然后鹅卵石、羽毛估计用不着。线现在也用不着，这个估计也用不着，这个放下，这个放下。泥巴够多了，沙子也有了，木头也带了，这个放下，这还是有沙子。然后我这有2个生猪肉，把鸡肉放下来烤熟了才行。然后马铃薯带上去试能不能种，或者说从这儿试能不能种也行。啊，生猪肉还有，我也得。我看看，那先这样。忘了，我得先烤肉啊。走。哎，怎么还有火啊？我明明把东西都拿了。锄头干嘛用？这干嘛用呢？姑且做上一个。行了，其他的走。回天空之城。耕地种小麦，问题是我没小麦的种子，上哪儿去弄小麦种子？哎，我靠，上不去，老二号遇到水的阻力。又要花好久才能上去，靠。猪卡这儿了。哎哈，从这里圈养。哎，我靠，猪居然会爬台阶，吓到我了。千万别摔死。到这边，哎，呼吸，能呼吸。我的树看到没？我靠，我的树！哎，别掉去！还那样，从侧面才能看出来动物行为。泥巴，铲子我带了没？哎，忘带铲子了，我啊带了铁铲。
12个树苗，全都种种着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这棵树为什么还没有长起来呢？这些树，昨天这树长得超快的，今天长得有点慢。对，我不是想拿玻璃铺地面吗？刚才都给忘了，你们没人提醒我一下。别！哎我靠，不会碎了以后就没了吧？这玻璃。用完了，刚好把玻璃都用完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我的天空之城啊！要说天空地板吗？城的话还需要墙的，漂亮下也踩不烂吧？就是嘛，怎么可能这么脆呢？哈哈哈哈哈！还需要些什么呢？用打火只有三倍速。不对，种个土豆试试吧。土豆种在最远的这个地方。哎，这在吃啊吧？怎么种啊这土豆？要先弄水。那我就用桶，干脆把我这个瀑布的水弄到这边来吧。好，先耕地，是先耕地还是先这个什么？哟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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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真的可以啊！土豆，真的种上了，这不需要水吗？睡觉下去，把我该拿东西拿上来。哦，对对对，插火把，插火把，免得真刷怪了。耶！哎，怎？哎，这地怎么又变回来了？我都耕过了，为什么又变回来了？玻璃上能不能插？谁说玻璃上不能插火把的？哎，你这边的又坑我，混蛋！我已经被你们坑了多少次了，不能放过我吗？来吧，弄点水吧。水倒在什么地方？直接往这上面倒吗？
等会儿，刚才出来个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刚才那是？哎，哪儿了？我没捡到。哎，发生什么了？发生什么了？我的马铃薯掉了！在旁边倒水，你不早说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地方，那我先来灌溉我的树苗啊。一会儿在那，在这儿的话，会不会把我树给淹掉？别把我树给！等！我靠！哎，差点把我冲下去，这混蛋！啊，吓死我了！吓死我，混蛋！哎呦，吓死我了！这树苗也没见它长得多宽，挖个坑才能倒水啊！又是不早说，先挖坑。这我挖了坑以后，不是我挖了坑以后，它这个这么倒吗？哎，别掉球了，又差点爆冲着，这算是这个。哎呀，这样行吗？或者说下的必须有一层才行。果然得要坑，不是我下的怎么办呢？我还需要一层，我看看啊。哎，能，我能再弄一层，我可以的。哎，我可以再造一层，别小瞧了我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，成功了，哈哈哈！哦，原来如此，这就行了。那你树不用水吗？但是不用水它能长快了吗？哦，这边长起来了，这个小树苗也长起来了，连成一片了。就只有这一棵树是孤立的，好可怜。来挖坑，挖坑。我先把水拿了，我先把水拿了。先就这样吧。挖坑，挖坑，挖坑，挖坑。但这个地方它真是这个地方怎么办呢？这个地方真没有第二层，我靠，我得找个地方一路连过来才能，怎么才能让它有第二层呢？啊，往上垫也是啊，那就垫上去吧。嗯，行了。嗯，不逗的话随便找个地方。种一圈土豆。哦，无限水要两桶啊。行了，下去拿桶水去吧。哦哦，哎，对，我怎么上去啊？对，我刚下来我的瀑布没了，我怎么上去啊？这鸡下蛋了，我怎么上去啊？